他们是暴女，打了多少场的暴女？看了一下啊，1787盘的老暴女，这种暴女还是要给一点敬畏之心的啊，要当心，因为这种玩家他是属于什么？就熟练度非常之高。你哪怕是职业选手，他都不虚你，就单拼操作的话，他不虚你，拼熟练度的话啊。但是呢，他为什么打了这么多场，他是在白金呢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打法是有问题的，哦。但是他的操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们跟他玩什么？玩战术，以多打少，他就得输。你跟他拼操作，一v一，对吧？那你不一定赢得他啊，你不一定打得过他啊。像这种玩家就属于这样的，你心里要有数，所以不要跟他单挑。但是你可以偷袭他呀，对吧？你可以以多打少呀，他就不行了啊。所以盘数玩的再多，不代表你段位会高，不会的，知道吧？思路更重要，操作本身这个游戏操作要求就不高，达到一定水平就够了，剩下来的就是游戏理解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盘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游戏理解，怎么对阵一个老暴女，如何对付一个老暴女。我第一波不用惩戒啊，我第一波不用惩戒。其实我吃这个狼是有点危险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是怕他来烦我啊，我吃这个狼会耽误我收红。那打也行，打的话呢，就是你等会红 buff 那个地方呢，你要把药的吃了，最好呢是丢个眼，最好是丢个眼啊。奈德利二级一旦反皇子，皇子还真的，好拉进来，这样的话就没事了啊。这些都是要做的细节，你不要觉得好像没用，很有用的啊。因为在遇到高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小细节就会导致你全面崩盘。那这波你注意看我抓风是怎么抓的啊，注意看了，注意看了，细节啊，闪现拍 EQ 喜来一抢人头啊，这波我们就人头是要拿的啊，就明摆着是要拿这个人头的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注意看我是怎么起手的，对吧？闪现的战争律动直接拍他，而不是出 EQ， 也不是所谓的什么 EQ 接闪现把他击飞，那都不对，记住了，那都是不对的，那都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直接 EQ， 别人闪现躲掉，你 EQ 接闪现，你虽然能够击飞他，你看上去很秀，但你没有 EQ， 没有伤害，这都不对啊！不要为了秀而放 EQ 闪，也不要舍不得交闪，直接出 EQ， 这都不对。这一波，那你看。这波我相信90%的玩家会怎么样？会出 EQ 杀 VN， 对不对？99%的玩家会这么做，但是我没有，我有 EQ 的，我没有出。我相信只有到达大师以上段位的玩家才能够体会，才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不出 EQ， 知道吧？如果你是菜鸟的话，你会骂我菜鸟。假装没看到，心流说：“知道为什么假装没？因为这样能保证我 EQ 必中啊！”往前走 ，A 套 ，A 套，巨龙撞击，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，就是我没有出 EQ 杀 VN， 我的直播间应该有高手，应该有那种顶尖高手，他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不出。但我们就不解释了，因为这个很麻烦啊，这个解释起来会很繁琐啊。好，继续，我们现在节奏不错，准备回家收一波，都有啊，这刚我看了一个弹幕飘过，
这个弹幕说的非常有水准，就是说如果有闪现，这个 EQ 就出了；如果没有闪现，这个、EQ 不能出，说的非常好啊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们就不探讨了，因为这个探讨起来比较麻烦，并且呢会有很多说法。当你在没有足够的画面去证明的时候呢，可能感觉上有点说不通，其实是说得通的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说了。这豹女28刀，要关注一下她的补刀啊。虽然她没有抓到人，但她补刀我们也知道。现在我们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奈德利在哪里？有谁能告诉我奈德利在哪里？我正准备说，他出现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路压得有点过，死了。这个很明显，这里是有眼的嘛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肯定是要抓，对吧？不管是为了缓解一下队友的压力啊，还是说那个，我们都得抓。但是怎么抓很重要，怎么抓很重要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就聪明了，知道吧？先吃一波红，卡奈德利一个时间点，放个针眼。拉进来，打完绕过眼位，从这里抓，等辅助刀，你看到没有？一箭四雕，这都是细节啊，这都是细节，这没有王者水平是做不到的呀。我被看到了，但不重要了，我已经海底捞了，懂了吧？哎，死了啊！好，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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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人头辅助其实没必要给。但是我也不想拿了，拿多了也不太好。那个中路不见了，他没带点燃，没事。哼，胆子大，小兄弟，那。中路，注意注意他的中路，这个蓝我们是闪现时间啊，闪现时间12:12是闪现时间。皇子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掐着别人的闪现时间就搞他，这是皇子最厉害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大招天崩地裂，可以限制一切没有位移的英雄，让他死。没有视野，这很重要啊。我这闪现，当我在闪出来的一瞬间，你可能觉得我有点捞，但是现在想一想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刁？哎，下路差距太大，放不动。感谢小胖鸡的大玩心，谢谢。如果你认为我这个闪交的很搞笑、很捞、很呆，或者说是不是失误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猜对了，失误了。来来来，哎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早了。这上路是有点不给我面子，你懂吗？他可以吊打泰达米尔，但是他不可以不给我加文四世面子。你过塔杀我泰达米尔是几个意思？这是不能接受的呀！来，你看我没有出 EQ， 很聪明啊、哦！
这 EQ 不出就太刁了，这 EQ 不出太刁了，太聪明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解释了啊，这里面包含了好多层，不解释了。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你能看到几层，那是你的水平问题啊。我只是这么提一嘴啊。死了，回家。感谢小胖鸡啊，谢谢，我把装备出一下了。哎，我下路控制的这么好啊！我下路控制的这么好啊！哎呦，下路控制的这么好啊！哎呦，这下路血量控制的非常好啊，临危不乱啊，有点东西的。这波呢，我们这个，哎，被发现了！注意，注意，注意啊！这波很细节，我走到这里来了，你敢动我吗？你不敢。没办法，视野太好了，对面视野太好了。这个奈德利看到我是不敢动的。注意最后一下往这边走，然后 A 完往这边走再回头啊，这一波很细节的。我知道我要被搞，我心里有数，但是我这个击飞我只能说满分，我溜了，交给你们，人头差不多吧，收不收掉、哇，我这波好细节哦，这波他们崩了，这波对他们来讲损失巨大巨大，你懂吗？这波 EQ 不能出，中路不见了，谢，到底是收果实还是杀我？嘉文试试，你选择。他选择，他到底是收 buff 还是追杀我？嘉文试试，他自己要做选择。他选择收 buff， 我保住命了。耐得力，小心！给了信号了啊、我们再刷一波，再刷一波。我这个是打工，哎，这个无所谓了呀。我这个人头值钱的呀，这个时候打工不打工已经不重要了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准备抓波下，这个小龙要守。我们在优势的情况下不能让奈德利失守，只是我们下路劣势太大了，我们下路水平差距有点大。这个 VN 和锤石啊，这个 VN 不是这个段位的，不是这个段位的，绝对不是。他这个水平不是白金能做到的，知道吧？心里有数啊。我估计是小戴。但是小戴碰到我戴中戴就继续，能不能来人帮我呀？火到之处无人能挡，想好了上，你想好了，我出招多稳啊，要么不出啊，出 EQ 你必死。来呢，好，推的不错。怎么说？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大招就框你？你怎么办呢？让一个人头？怎么说？辅助死了。
我先遮红，不然我回不上来，这个小龙不能拿。小龙，帮个忙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帮个忙，帮个忙。这波我们可以打，他的卡拉丁锤石来了，锤石来了。这波说实话啊，不是那么好，不是那么好。他们好像不真打可以打，但我一没出啊，我 Q 出了一没出，溜打不了，撤，打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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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打不了。我先上去，没有大招的，主要是要碰针，要 poke， 等我的天崩地裂，天崩地裂准备就绪，天崩地裂准备就绪，先走位。你在干什么？地还能跑了？战争律动，啪，收掉两个，舒服，团灭。哇，我这波等了好久，我这波等了好久，知道吧？我不能出，我那距离不够，但我知道他没有眼。这波他们崩了，直接崩盘。直接崩盘，好，回家，推下路，节奏不错。我不是 K 头，我真的不是 K 头。我这个时候还想着 K 头吗？你在怎么想我呢？对不对？我这个时候想的是什么时候出招，该怎么出，给队友创造这个输出环境。你居然说我在想着 K 头，真的是，他们的 VN 还是很肥的。我的首要击杀的这个是 VN 打我太痛了，我可能要出个反伤，或者出个蓝盾。七杀必死，死不了。我这个血量，这个等级，还有秒表，怎么死？不可能死。只要我不想死，就不可能死啊。哎，抱团！我们这时候要找机会啊！看一下他这一块没有视野哈、啊，没有视野很好。我们 buff 也没有啊。那我们现在的活动区仅限于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是没有视野的。看到没有？好，溜！打一枪换个地方。召集队友，这个时候站到一个出其不意的位置，拍一下，赶快溜，从这里走。哎，很刁，然后反手推中二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反应，这个战术，看到了吗？哎，这种战，这就是战术，懂吗？战术，因为这波下路我们是打不了的，我没有大招的，而且我的队友，他们是三个人啊，我的队友位置分布不是那么好。你想干嘛呢？你想杀我？所以我们马上推中二塔，很聪明啊！准备推掉，差了一点。推过了。我们队友啊，他抱团抱的不集中啊，对面都在抱团，知道吧？但是很多时候，你知道路人呢，他是不听你信号的，你叫不动他，你懂吧？耶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我们来了。孤影，你看这个人头你收是必收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要怎么样骗个闪现，哎，或者勾引他的队友来，这样的话收获更大。看队友怎么说，招都不出就很细节，你给你拉我就拖拖，
好好，不用拖了，再拖这个盖伦是必死的，但我们干嘛拖，就是一手拖硬拖，哎好，这个给他 EQ， 然后继续拖，拖他耐德利，给他耐德利支援，耐德利在那边拖不动了，好，那就杀，大龙可以吃，大龙可以吃，来，小龙不能丢，小龙快，他们在打，威恩在打，赶快上，我们这么大的优势丢龙就是耻辱，你懂吗，就是耻辱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这大家的事情，耻辱呀，好的，把龙收了你想跑，我加文士是第一个不同意，勾引算了，混个助攻吧，哎，助攻混到了啊，加文混助攻很简单，丢个骑士，队友受到了德邦军旗的攻速提升就有助攻，知道了吧，这边有个头，这个没闪的啊，勾引子收更多的人，把他队友全部勾过来，因为我们现在队友位置分布是优势，好的，非常好，骗招一穿二就很一打二给惩戒，骗了个闪现，骗了个点燃，然后呢这边继续很舒服，混沌先等一下，德邦军旗给个惩戒，你想干嘛呢，二段 Q 回插躲一下进草丛，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，交闪 nice， 怎么样，回插吃果实，你给我搞这个东西啊，你怎么办呢，你怎么办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办，你不对，等死你还能怎么办，没办法，聪明的呀，哎呀就出神入化，舒服，好，准备大龙，大龙可以吃，就你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哦，这皇子好秀哦，哦，哇，这么激烈的战斗还能这么的打得这么的有条理，对吧？真厉害！所以说，这个你就想一下了。我的，对吧？平常你们说我菜，我跟你讲，真不是我菜，啊，真不也不是我吹牛逼，我加文四次还是很强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？我要用这个英雄去狙击菲克尔，这个英雄我有信心，我现在有3000块了，我得回家，不能浪，别急，我们买个这个，这一波我有复活甲，蛮王再带上，赶快开启团战，不要让他们回家，或者我们直接打大龙，二选一，如果他们撤掉就大龙，好，大龙直接收，大龙直，大龙，大龙直接打，让他们选择，好，开起来了也行，注意看我们怎么开团的啊，很好，威恩来交翻滚，交了吗，交了，盖住，好，我先倒下，慢一波，没事，框住，拖时间，好，蛮王在圣盾交了，不要急，我这 EQ 很重要，威恩很灵活，爆戳，你往哪跑，我这个 EQ 出的太准了，就因为威恩很难 EQ 中的，知道吧，所以对于我的，不亏的呀，上路推了呀，
哎，这 VN 装备很好，所以我们 EQ 只要不中，那肯定是绝对跑不掉。VN 是不可能放我走的，他几下就把我点死了。所以我们 EQ 不要出，知道吗？不要出，你就看准了，他翻滚完的一瞬间，就立马出 EQ， 快准。因为他 Q 的 CD 很短的，你第一波没击中，你稍微愣一下，他 EQ 他的 Q 又好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盘我对于这个 VN 的限制是很足的。这个 VN 打得很好，但是这盘被我就限制住了，啊！这波没复活甲了，我的拖他的方式可能要换一换。小龙，第四条千万不能丢。来，埋伏，先提前埋伏。这条小龙他们必须要打，因为是第四条，知道吧？我闪现还差60秒，这边是没有眼的。盖伦打不动，摸他一下溜，看看对面要真不真，对面不真。这个不上，这个 EQ 不要出。这个时候不出，什么时候出？全部框住，风筝打死他们，大招放。对了 ，nice， 二段击飞。哇，这个团开的嘛，我真的是，哎，你盯了我啥干嘛呀？哦，这个人。一个好的打野，他能给一个不太会玩的辅助能够四杀。怎么说？我们辅助说实话他可能不太会玩大眼怪，但他依然可以四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输出环境太好了，知道吧？哎，真棒。大龙这把我的这个位置框的太棒了呀，所有长手的英雄都在旁边疯狂输出，而我却撤掉了。我这一个 EQ 溜掉，我们再来一个这个。哎，算了，来个这个吧。我可能需要反伤甲，但这个 VN 老是盯着我杀，我醉了。他其实杀我很亏的呀，因为我控制打完我就没什么用了，对吧？我输出不高的，但他老盯着我，可能我仇恨值很高，这应该是对我的一个尊重。啊，这应该是对我的尊重，说明他很尊重我，你懂吗？哎，逮到，这哪能让你跑？好，逼个闪现不亏，溜，这个时候再溜啊！嘉文就是这点无耻，你吃，红 buff 你吃。好，团一下，先来个龟壳啊！反正这个 VN 打我很痛。感谢而我在等你的大火箭，谢谢而我在等你。无耻老贼，对不起，这不是无耻老贼，这是游戏的策略智慧，你懂吧？啊，这个游戏的操作要求不高的，但是呢，它还是有，对吧？需要一定智慧的，哎，需要一定套路的。来，这个不太好打。好，他们敢出来打团，那他们没了。扫描一下，看到一个盖伦不打，绕后海底捞，注意限制他们的。哎，框住 EQ 出来，引起他们的输出，开大招。好，等一下，下个 EQ 很重要。这个位置呢并不是很好，那翻滚有没有输出？没有输出。EQ 闪现，这边看一下，蛮王大招死了，血量不多，我来了。不行，打不过。
这波打不过，偷高地，差不多。不行，这把队友输出不够，没打出来，位置太散，位置太散。算了，下一波，下一波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不是，刚才这一波啊，没出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个 VN 他好像是有闪现的，我不能出，我出的话应该是被他秀了。我的队友，我主要是维嘉不在我身边，如果维嘉在我身边的话，我就可以随便出。我刚没有看到维嘉的位置，没关系，他们也就这最后一波了。哎，这边这么调皮，好，没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嗯，收龙也行。可以，他们 VS 就没什么战斗力了。你说吧，我去推了。这波先把他的上路拆了。好，可以，我来掩护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也大。盖伦不用管他。这个推一下中，把三路先给他推了，等推土机来，等超级兵一起。好，不急，因为他是一 Q 死，这波可以出的啊，这波我队友位置很好，来大招盖一下巨龙撞击，这边蓝盾缓速，好，完美一 Q 走掉。好，结束，搞定，帅气。啊，投了投了投了，他们这一波一输就打不了了，最后的挣扎。